真的要这样哦、喔。上一次啊，你车被抢走之后，接下来就进入一个新企划的开始。比战七战四胜，我只要拿回四胜，就可以取回我原车。公路车对决，小泽前阵子去改装，我就是等待这一天嘛。逆风啊！小轮子太辛苦了，攻击！哎，攻击都要喊攻击啊！哦，看到车尾灯了。Yes， 又来到了我们的对决企划了。说到这个有气。哎、欸，你现在的车怎么回事？怎么又骑回这一台啊？返璞归真啊、就是，打回那个洛克人原型。最喜欢那个第一台初恋的滋味。对，没有。今天这一集呢，算是我们的公路车对决小泽的这个企划。但这一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上一次啊，你车被抢走之后，接下来就进入一个新企划的开始。我觉得我回去看那个合约，真的超不合理的。前面写的批发很整齐，差不多12 PT 的字。然后下面那个附件直接变差不多两 PT 的字而已。不是啊，有写就是在合约内就是有生效嘛。那几行字写什么？你跟大家讲一下。到最后他有写比战七战四胜，我只要拿回四胜，我就可以取回我原车。因为我们就是预设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这个测验是不会成功的，所以这次有特别讨论，希望可以让你有这个拿回来车子的机会。毕竟车子都做了，丢掉也是浪费。对，我总是要耍一些小手段。所以今天算是我们的第一站，待会呢我们就会从这边出发。我们现在人在这边是养德大道的山底，那复兴桥这边一路往大直桥前进。那途中呢我们会经过圆山，然后就到大直桥下，是我们今天的赛事终点。全程都在河堤里面进行，大约是10公里的路程。那这段路程当中呢，毕竟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小泽对决公路车企划是我获胜嘛，上次都在爬坡、哦，所以今天算是回到你的主战场平路。你毕竟是一个冲刺选手，瑞克多就是我的主场了。所以待会呢，除了这个十公里的路程之后，我们中间会设置一个检查点。这个检查点需要在过程中投掷保特瓶，一大一小都要这样转一圈立起来，才可以继续往前进。我一定会赢。你真有练啊？有啊，我练到晚上，而且我昨天晚上很修鼻毛，增加进气量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挑战。那我们就开始，等一下下面会有一个放行点，我们到雨农桥才正式出发。我们就慢慢热身段，准备出发 ，Go Go！ 前面这边热身，先让你。我每天回家都骑这哎。跟你说，我今天这个小布还在为了这场比赛，你也看到了，前阵子去改装，我就是等待这一天嘛。为了这一天，不是原装的小布，又有3速乘2速。怎么赢嘛？是你写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个合约是那个梅达这边，就是你知道他有特别讲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天府冯里佐几乎10战大概是9败，我们还是拿一些可以让他获胜的这个机会好了。今天准备开战，三，过桥就直接开始啊！过桥米线 ，3, 2, 1，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！一出发就来给我一个。攻击在先啊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今天骑的是小泽，我必须运用的是我的技术。那你怎么还在后面啊？我现在策略，前面先上个跟吧，毕竟有10公里的路程，在中间路段，我会发动一个奇袭，用我的逆风哎，神之双腿，尽可能的持续大力踩踏。在这过程中，先把距离拉开。怎么样？可不可以嘛？快撞到白鲁斯了。快到白鹿斯都来不及闪，逆风啊！逆风高飞啊！先躲风，先躲风，技术取胜。破风，
这段风太大了，轮流破一下风。我的策略就是闪去哪里？轮流破风嘛。小轮子太辛苦了。哇，我们已经到了，这边是百灵桥了。攻击！攻击都喊攻击啊！他累的攻击，应该有拉开一段吧？尽可能不能让他跟上我。因为他的车轮子比较大，惯性比较好，他才会跟到我。你优势刚刚争取了就会不见。哇！怎么？可恶！我攻击可不会说攻击。哦，快要到我们的检查点了。考验到了，考验到了！怎么那么不均啊？哎，快快快快！哎，好了，快啊，走开啊！一人三次，一人三次。胜券在握，跟你讲，算这场别是平路，胜负关键是手巧。哦，看到车尾灯了，可恶，也看到大石桥了，好像快追不到了，加油！知道了，想说没轻松多久啊，怎么快又在后面呢、啊？跟鬼一样！攻击！又在攻击！我绝对不会输了，我轮子比较大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我累积多少甩尾，我氮气最后才要开哎、欸。是，他怎么还有力气啊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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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志强，我到了，追不到。我可不可以靠跳的时候？行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运动最重要的是要骑得快，手还要够巧。你看，你骑再快，这个设备不 OK， 你也追不上我。再来，我刹车累积那么多氮气，就是在最后一刻要使用出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还有的拼了，七战四胜，你拿到一胜了啦。我是没话说啦，好不好？今天输的心服口服啊，中间那个。就是少了一点运气，但是必须还是要讲，最后这个平路我真的已经尽力了。下次我在攻击的时候，我是不会特别喊出来让你听到，我会直接攻击就是攻击。因为你喘都很大声，我都听得到。
我已经很尽力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踩一下，我脚要踩两次哎。好啦，七战四胜算你哪一胜了？没关系啦，但是接下来的六战，你还是必须只能骑你的旧车。我们接下来呢，除了这个抢车计划持续进行中，台北马天母红绿所不停脚系列还是持续训练状态。没错，接下来我们就下一集抢车计划见。接下来要挑战什么项目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我是你的教练队，我是天母红绿所。喜欢我们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